据韩媒，尹恩惠确诊新冠，官方立场发文表示，因为家人的状态不好，以防万一，接受了 PCR 检查，结果确诊了。听到消息后，我也立即接受了检查，今天收到了确诊消息，已经立即按照防疫当局的通知采取了隔离措施，希望大家别太担心，大家也要注意身体。